古有蒙罗丽莎，今有蒙罗丽明。阿星点先 ？Hello， 系啦，冇错，下一次佢就会出现噶啦。喂，黎马，呢个真系黎明？好忙噶、啊，信唔信今日嘅黎明可以咁得闲揸船出海咧？吓，平时啊，如果唔想开工嘅，即系可以忙中偷闲偷到一日咧。就梗係出下海啦，再大自然啦，游下水啦。有時喺我哋工作咧，日日都唔夠瞓喎。有時阿媽收工啊，真係揸船咁嘅感覺。咁到你可能一個月裏面或者兩個月裏面有一日假期係啱啱係冇嘢做嘅，我就會喺個海度啦。一种好有灵性啊，好识得同人类沟通嘅动物。我中意啲狗咧，识得捉蚊嘅，因为你唔使成日俾啲蚊咬咁惨啊。嗰啲狗咧，用口去条脷去舐啲蚊嘅。我最煮嘢食嘅，南文老狗识煮嘢食，识连衫，识扫地，识打扫。呢金牌我喺我间公司里边工作咗5年。而第一次有機會出登台之後加長，咁佢哋就送咗個牌俾我哋做紀念。我覺得呢個牌好有意義，所以我一直抬住佢。雖然人哋話老土啲，但係我只在乎一次擁有，不在乎它老土。口头禅啊！我以前有个口头禅嘅，就叫孟加拉边境飞过头嗰三个字 ，MMP 即系冇问题。
MMT 我初學嘅啫，希望 MMT 啦。MMT 真係 MMT 五條海啊！啊，講笑咋？喂喂，橫體、電體、近體、撞質體，黎明話是話啦。你覺得你最師精啊，係邊一忽啊？而家你問我自己最好嘅邊忽咧，我自己最中意邊忽咧？你係見唔到嘅，因為係陶瓷。係睇。哎呀，得陶瓷唔睇得。阿夢落黎明啊！係。今次呢首 MTV 咧，你想揾咩類型嘅女仔同你拍啊？我同 Fancy 拍過啦，同好多女藝員拍過檔啦，但係好似同工廠嘅女工友啊，同埋一啲白領麗人未試過喎。MMT 多謝曬。据我哋嘅线报显示，黎明嘅档期排到密过密封斗，睇怕未来嘅一段日子，佢都几难再有机会咁悠闲啦。各位听众啊，唔系各位观众，讲到呢度六十分钟偶像大追踪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要收工啦，请。慢慢自然会
大隻噶啦，想大隻啲入嚟 TVB 操啊！喂，你搞错啊！啊，我上去边个啦？喂。